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全日总结，睇睇中港股市今日个表现啦。咁全线向好噶，上证指数收报喺3273点，上升19点，升幅0.6%嘅。深证成指同样升幅0.6%，升67点，报喺10505点。指沪深300指数升15点，报喺3737点。创业板指数啦就轻微升2点，收报1736点。港股方面啦，越升越多啊，美市嘅时间啦，咁更加系升超过300点啊！升咗344点啦，升幅系超过1.2%，报喺27323点。至于国企指数啊，升71点，报10827点噶。咁全日大市成交金额咧系达到869亿几。身边嘉宾请嚟 Wafi 同我哋跟进一下中国股市后市嘅走势噶。Wafi 你好，系你好。睇翻中国股市今日个风险位纳都系明显上升啊，咁内地股市咧都反复向好啦。咁睇翻港股方面啦，咁高开69点之后系越升越有啊。咁見到資金都不斷去追入咧啲權重股啊，咁5号啦，同埋700騰訊啦，都係啦，咁升幅越嚟越多啊，咁27000樓上啦，而家係相當之穩啦。你覺得後市係咪仲可以再望高啲？咁覺得上面嘅空間仲有幾多咧？當然你話今日叫七月份最尾一日啦，咁啊，如果計埋即係呢刻嚟計，成個七月都係一個升市啦。咁如果翻正一嚟講，即係個大市都已經叫連升成7个月。咁啊，但係當然成日都會有一句問，就係呢刻究竟叫做係升完未咧，或者係叫見頂未咧？當然以翻好多嘅即係睇法上講咧，我相信咁樣計咧，其實後市你話個市要再揾高位機會性咧，仲係嘅都有嘅。即係我覺得嗰、那個反覆沉底嘅格局咧，未有太大嘅改變。因為始終成日都講嘅就係呢段時間，即係雖然金會更加升得急啦，咁但係個升勢嚟計咧，其實相對譬如早幾年成日講嘅大時代嚟講咧，不論從個成交額又好啊，或者係你話追捧嘅啲股份上都好咧，今次升得嚟係比較溫和一啲嘅，一嚟就成交都係挨近可能900亿或者係1000亿度，又未算話特別大到可能1000几2000亿，即係嗰啲所謂全民皆股嘅成交啦。咁所以淨係以翻咁樣睇，都未至於係太過叫做升得急。咁而嚟嘅依番即係今次個市拱上嚟啦，點譬如 Trace 都講嘅就係、是靠多權重股嘅，咁可能譬如之前又炒下啲總之保險即係內地嘅一啲金融股啊，之後炒下匯控啊，今日都係繼續匯控啊，騰訊啊枕住都係啦，咁啊港交所輪住又炒下，咁啊呢個炒法咧，亦都同翻頭先講譬如最近可能大時代嗰下咧有啲唔同嘅，因為當時炒埋啲世界股二三線全部都一齊，即係所謂和聚亂飛嘅，咁呢下又未至於係咁，咁所以其實呢個升勢或者咁嘅升法咧，相對叫做温和啲，或者係好似叫做係穩陣啲嘅話咧，咁的確我覺得後市咧，只要唔係話特別多一啲嘅負面因素係突然間出嚟咧，真係唔排除咧繼續揾高位係機會性都比較大。咁但係當然留意翻一點啦，始終頭先一開始都講嘅就係過去7个月都連升啦。咁面上後市特別短期咧，能唔能夠再向上衝咧？我覺得要真係睇下個業績期嘅情況啦。因為其實呢刻都開始緊，雖然你話以翻譬如上星期五咁友邦業績，或者頭先晏晝嘅匯控業績，兩者都係好嘅，咁都令到個市又再上，或者個別股份股價都再創新高。咁但係始終之後仲有好多大嘅股份都會公布業績啦，譬如可能物業中騰訊，咁其他嘅重磅股都係陸續都會公布啦。咁所以當然而家大家睇法係正面嘅，咁但係如果一旦出嚟嘅結果咧，可能係比較叫做係同預期有少少落差咧，咁可能個市喺8月中之前可能只係細回啲，又唔出奇。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咁計咧，呢刻個市點睇咧？真係要睇業績期點樣走咯。咁所以變相短線嚟講，即係高位就難估噶啦。咁但係反而下邊嚟計，特別短期去睇咧，10天線會第一個關口啦，26800附近都會第一個關口啦。咁但係就算咁講，真係呢位再穿都好咧，其實下邊26300、26400，即係20天線度咧，我相信都一定會企得住。咁所以變相暫時咁計咧，我覺得都係睇翻呢可能大概6700点區間做翻個短期啲嘅。一個即係支持位先咯，咁只要呢位唔穿咧，咁我暫時對個市嘅睇法咧都冇乜太大改變咯。我話明白，匯控喺中午嘅時間啊，就公布咗個業績啊，咁好多多大行咧之前都有發表咗啲報告啊，將即係估佢個回購規模咧應該係達到20亿美元啦。嗱，先睇睇高盛咧就話佢份業績咧其實係好過佢哋
預期嘅喎。嗱，因為咧見到佢個税前嘅盈利咧60.03亿美元啦，按年增長咧係13% 嘅，咁比佢哋原本個估計咧係多出15%，因為收入增長咧，仲有信貸改善嗰邊都帶動。其實之前咧，美國嗰邊好多大型銀行咧公布咗個業績啦，都應該相信大家都估到匯控份業績唔會差得去邊啦，而回購規模咧都符合市場預期啊。馬菲，你覺得嗰份業績咧係咪都令市場有少少嘅驚喜嘅咧？當然驚喜會有啲，咁但係就當然不至於太大啦。因為其實講真，佢本身未出之前，其實大家都預咗唔會話太衰嘅所謂。咁所以其實今次出嚟，都係叫做同預期即係差唔多，或者好過預期啲咯。咁所以你話股價自然有個即係再上衝嘅一個因素存在。咁啊，的確啦，你話今次睇匯控業績主要兩方面啦，一嚟睇下嗰個列進機想税前利潤究竟去到點樣啦，即係不論有半年又好，或者單單第二季都好，竟係同之前大行股嘅預期究竟是可能同個中位數啊、下限啦、啊，定係上限咧？咁啊，的確整體嚟講係比預期為之理想嘅，即係不論你話成個半年翻嚟，成個列帳税前利潤都係102亿美金，咁往年都升咗大概5亿度，咁、那個都有個即係進一步嘅升幅。而且分拆開兩季嚟講，特別第二季咧個列帳税前利潤都去到成50几亿，咁對比第一季49亿嚟講咧，都進一步係上升嘅。咁而且按年上比較咧，更加大升成40几%嘅。咁呢個都係同翻預期本來中位數26%嚟講咧，都貼近翻個預期嘅上限啊。咁變相呢一啲大數上睇咧，係令到大家睇法上比較樂觀。咁當然最主要得益翻就係個炒房方面啦，做得比較好啦，按年升翻超過30%有多嘅一個收入。咁所以帶動到就再加埋就始終撥備各樣嘢都係減少翻好多啦。咁所以大數真係比較叫理想嘅，咁再加埋回購嘅方案啦，咁今次都有係進一步再做，兼且做咗規模都同翻預期係差唔多20亿美金，甚至乎比個別股可能15亿美金嚟計咧，都係叫有個即係更加之好添嘅，咁所以都令到就即係股價晏晝翻嚟有進一步帶動，兼且翻嚟緊咧，大家都相信其實回購個方案其實有機會繼續做落去嘅，因為以翻今次匯控嗰個特別一啲資本出租比率嚟計，一級嗰邊咧都進一步係上升，不論較翻第一季或者嗰年年底或者嗰年年中即係中期嚟計咧，都係進一步上升嘅。咁呢個係更加之有個彈藥啦，俾匯控自己係再做一啲可能回購嘅方案。咁所以加加埋埋都有仲有憧憬喺度咯。咁所以暫時呢一嚟講，我相信即係後市咧有條件再嘗試一次，譬如大概80蚊邊呢啲位啦。咁我覺得如果短期有揸住貨嘅，其實就不妨繼續 keep 一 keep 先，咁望翻80蚊呢啲位咧，先至考慮食股都未遲咯。好啊，明白。我哋都見到啦，除咗只匯控啦，咁今日咧仲有兩隻股份啦，即係權重股嚟講咧，都係推動個大市向上啦。咁包括上個禮拜五出咗業績嘅友邦保險啦，咁出完業績之後咧，股價係見光死，但係今日咧都反彈超過3%，唔單止破咗60蚊個關口啊，咁仲要嗰個位61.55，以全日高位收市啊。另外咧，仲有一隻700騰訊啦，咁見到匯控啊同埋1299出嚟嘅業績都對版啦，咁估計8月中出嗰份業績應該都唔差。都見到咧，其實騰訊咧個股價上面咧就無謂再估噶啦，而家見個高位314.4啦，今日升幅都挨近3%嘅。我哋覺得資金係咪而家偷步炒定業績先嘅咧？其實你話經過咗啱啱個禮拜五同今日即係友邦匯控呢大嘅業績之後咧，即係普遍都好咧，咁所以的確大家資金上追捧咧，都仍繼續揀啲大股行先，甚至乎就搏埋嚟緊佢哋出嘅業績都唔會話太差。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今日譬如可能騰訊又繼續破頂啦，咁啊連長和又破頂啦，咁啊等等，其實幾隻大價股都係先後再破一破頂，咁所以都反映翻呢個嘅層面啦。咁啊，但係當然你問到一點就騰訊嚟緊8月中嘅業績，其實講真佢都預咗一定唔會差噶啦，即係其實都好難預計佢係即係太過差。因為始終本身嘅增長仲係比較快，不論成日講嘅舊業務，可能手遊啊，或者係網絡廣告呢啲之外咧，連一啲新嘅業務，譬如大數據啊，即係呢啲嘅支付業務等等咧，其實都慢慢有個幾唔錯嘅高速增長。咁所以即係變相你話睇法上講一定唔會話曳咯。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始終你話即係當然有貨嘅，繼續 keep 住佢啦，冇乜理由喺個升勢裏邊咧突然間落車啦，因為始終見唔到太大嘅一個暫時回調嘅可能性。咁但係調翻轉講，如果未有貨咧，你話呢啲位考唔考慮咧？好兩睇，即係睇下你自己夠唔夠所謂咁個勇啦。即係你比較勇嘅，咁我覺得又唔係唔得嘅。咁但係如果你呢位入得去嘅話咧，都如果真係得一注注碼，咁我覺得盡量定翻個指示咯。如果你真係都有幾注嘅，咁當然可以逢低再吸一吸啦。咁即係變相
即係好睇翻本身嗰人嗰、那個持貨能力啊，或者個部署係點啦，咁有個唔同嘅調節啦。咁但係變相整體睇法嚟計，始終都仲係好咧。我相信即係無論業績之後或者中線都去講咧，要再破埋，譬如大概330蚊樓上，咁始終我覺得機會性仲係比較高咯。嗯，好啊，再同你跟進埋咧就資源股啊，咁尤其是啲金屬股啦，咁啊係落鑊炒啊。咁見到內地公布嘅官方 PMI 咧輕輕差過預期少少，但係同時間都見到中物聯。鋼鐵物流專業委員會就公布了個鋼鐵行業的 PMI 指數，七月份是54.9啊，比上個月咧再升0.8%啦。咁連埋咧就連續3個月係處於50樓上嘅擴張水平啊，創咗舊年5月以嚟嘅新高啦。咁仲有見到分項指數當中啊，生產指數係空位即係輕微回落啲啊。咁新訂單指數就顯著係回升嘅。但係都同埋咧就見到啲期貨黑色嘅期貨市場啦，黑色。是全線大升，所以 A 股市場咧啲鋼鐵板塊都有些係漲停了。今天港股方面 H 股啦，洛陽木業是升10% 上到嚟啦，馬鋼啦同埋鞍鋼方面都是大幅咁樣抽升嘅。Murphy 而家咧仲好冇高追呢些金屬股嘅咧？當然你話金屬股或者資源股啦，咁啊今日普遍嚟講都唔錯嘅，咁但係當然炒作嘅因素有啲唔同啦，譬如頭先你提到可能鞍鋼、馬鋼，咁最主要升嘅當然就係今朝出埋嗰個鋼鐵 PMI 嘅數據啦，咁啊的確54.9，咁無論較翻上個月都進一步上升，兼且頭先吹少講連續3個月處於50樓上，咁係創咗舊年5月份以嚟最高嘅一個位置，咁即係反映翻就係國內鋼鐵業咧，特別呢啲所謂成日講嘅前瞻嘅數字啦，咁都反映翻就係個鋼鐵需求咧，應該都仲係幾強。因為始終個別嘅無論新訂單指數啊，各樣嘢都仲係回升，咁即係反映翻就係個別製造，即係鋼鐵業嘅製造業啦，都對即係鋼材需求仲係比較強啊。咁呢啲係對翻就鋼鐵股咧有個嘅帶動。咁再加埋始終本身成個行業即係過呢年齡都行緊啲供給側改革啦，咁好多舊有嘅產能、落後產能都被淘汰，咁所以都即係進一步帶動到就係現有一啲嘅產能啦、等等嘅價格啦，都可以有個比較強嘅一個回暖性啦。咁所以我覺得就鋼鐵股借住呢啲因素，今日就再炒一炒起啦。咁但係始終整體嚟講，其實佢哋累計升幅都比較多。咁所以我覺得反而後市咁睇咧，個價可能比較叫做波動一啲咯。咁你話鋼鐵股，我自己就比較係即係中性啲去睇咧。即係而家再追落去嘅空間咧，我覺得就未算話即係太過多。咁但係反而頭先你另一隻提到只浪木咧，其實呢只就不斷自己都講嘅，自己其中一隻即係都比較最中意嘅深水股份之一啦。咁啊，當然你話呢啲位其實真係升咗好多嘅。咁理性上去講，你話高追就真係有一定風險。咁但係從基本面出發咧，始終我睇法仲係比較正面嘅。即係當然你話年初至今升，咁當然成日大家都會打一部資料好，睇好多唔同嘅即係可能節目都見過，成日都講話係因為受惠翻股價，受惠翻嗰個新能源車嘅需求等等帶動。呢啲係啱嘅。咁但係以翻實質嚟計，而家都係叫做即係呢啲因素係炒定先咯。因為以翻落木其實舊年先做翻個相關同剛果同鉬礦嘅收購，咁而家都係叫可能整合緊，咁都未真正反映到人哋貢獻。咁但係呢啲係偷步炒先。咁但係啦，嚟緊即係叫做反映翻盤數上邊咧。講真句，從舊年收購規模上講咧，其實係令到落木係更加之壯大。即係我覺得，如果真係以翻到實質個價咧，應該唔止呢啲位嘅。咁所以變相睇法咧，我覺得講真句都會係繼續係正面嘅。咁但係就只不過啦，即係如果你本身有貨，咁當然都係老土啲嘅 keep 住先啦。咁但係你未有貨嘅，正如頭先都講啦，如果而家叫大家高追咧，就真係危險咗少少嘅。咁所以咧，倒不如可以等佢走，稍微有冇機會咧，可能做翻啲即係整固啊，少少回調啊。如果有機會落翻，譬如大概4蚊樓下到，譬如大概3.9毫幾，咁其實我覺得而家都可以叫順勢去考慮。咁啊，起碼中線都要講啦，起碼都望翻譬如4.5、4.6呢啲位先咯。咁我覺得只要下邊嚟計唔跌穿譬如3.5嘅話咧，其實嗰個問題又唔算話真係太大咯。嗯，看埋市場另一個焦點啦，咁啊，Murphy頭先都講今日長和咧，股價咧都係有個破頂嘅情況啦，因為都有資金追嘅，因為佢持有66% 股權嘅215啦，咁和記電信啦有單丟嘅，咁諗住咧係賣咗自己個旗下嘅固網業務啦，144億幾嘅，咁呢個其實比佢嘅市值咧係高近10%啊，咁睇翻大行方面好睇好呢單丟啊，因為咧希望咧就會個交易力為公司帶嚟一個每股一次性收益係1.2啊，咁應該有一個特別派息嘅憧憬喺度啊，咁將個目標價係升到去3.5，即係潛在嘅升幅都仲有16%啊，even今日咧係升咗
1.7% 上嚟啦。阿飛，你又覺得咧，即係呢個特別派息嘅憧憬咧，係咪都值得即係家庭觀眾可能有個高追嘅情況可以喺度咧？嗱，明顯地今日炒只215咧，都係炒憧憬特別息噶啦。咁但係你話博唔博得過咧？我自己就一般般，因為一嚟咧，今次嘅出售固網呢個資產咧，的確作價比之前預期為之高。咁啊，兼且都較翻215本身市值都係比較大。咁啊，的確今日預咗係炒起嘅，呢個係一定噶啦。咁但係點解話即係博唔博特別息嘅憧憬呢？我覺得一方面喺翻呢單收購之後咧，其實暫時見唔到公司有相關嘅一啲宣佈，因為以翻以往可能好多公司如果即刻係有啲一次性咁大嚿嘅收益咧，都即刻可能公佈埋嘅。咁面上呢個就冇公佈啦。咁當然冇公佈唔等於冇，咁但係就起碼大家都係估估下，即係未知之數。二嚟嘅以翻現階段特別個價咧，唔好話呢幾日或者呢一陣啦，即係可能由翻今年可能三四月嗰陣時候都係大概兩個零，其實而家升嘅幅度都幾驚人下啦。咁你變相如果以翻而家先再追咧，始終已經反映埋出售項目嘅一啲因素啦。嚟緊博只係博一個特別息嘅啫。咁變相你又仲值唔值得博落去咧？我自己就一般般咯。咁所以暫時咁計咧，冇貨就唔建議啦。反而有貨咧，睇一睇短線點走啦。如果短期再穿翻譬如2.95呢啲位咧，我反而覺得可以先人去到即係走一走貨會比較好啲咯。好啊，明白。多謝曬蛙皮你詳盡嘅分析啊，剛才說過相關資產有沒有持有的？都沒有的。好，明白，明白，多謝。